维生素看看，头孢不敢随便吃呀。我没有长智齿，嘴怎么这么小？我不敢张大，我还好歹还是要这个面子的。谢谢哼哼。馋不馋？馋不馋？哈！我不敢张太大嘴，我怕你们截屏。今天是416，我只是薄涂了而已，口红。我怕你们截屏。果腹，哈哈，吃的我满嘴都是。真好吃，沙拉酱饭团里面加沙拉酱真的好好吃呀。维生素等着吃完饭再吃。牙疼吃饭团呀。我想维持我的形象。我已经尽量挑斯文的东西来买了。在便利蜂看见我买东西，我今天没有出门。我今天没出门，我今天一天都在搬家。把标签撕掉，它就散开了，它就散开了，就包不住了。牙疼，牙疼，嗯。那我们一起来尝一尝这个烤冷面卷臭豆腐。好臭啊！好臭，好臭，好臭！啊啊！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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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露出来了！饿了吗？饿了，去弄点东西吃去。臭豆腐斯文，斯文啊！有点辣，哥为什么给我弄得那么辣？
我不看店的，它就是叫烤冷面卷臭豆腐，真好吃呀。不太好咬，牙疼。俺吃多了有点腻。不要绝食了，嘴角这么红，它这个饼蹭的，牙疼牙疼，嗯。里面的豆腐好吃，我们把豆腐挑出来吃，把豆腐挑出来吃吗？等会啊，等我拿个筷子，我们把豆腐挑出来吃，不吃饼，等我去拿个筷子，等一下啊，我拿个筷子，等会儿我拿个筷子。I'm shaking, drinking all this coffee. Last few weeks have been exhausting. I'm lost in my imagination. 真辣，真辣！把我粉给吃掉了，粉吃掉了。好辣好辣好辣，有点辣，等吃完饭了以后吃维生素，我们随餐吃维生素。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不斯文了，我不斯文了，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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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你们忘掉刚才，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人家。忘掉吧忘掉吧好吗，忘掉打嗝的我，对不起。谢谢北宁。吃嗨了吃嗨了，没一下没考虑。一下没购物。这个饼不吃了。好辣。为什么嘴角吃成这样了？我在吃烤冷面卷臭豆腐。我
你嘴角怎么做成这样的，一点就不好看，烦人，你才在反刍，俺就是打了个嗝而已。这里是炸的冷面，我戴着牙套呢，因为我的牙缝很大，如果不戴牙套的话，会塞的满嘴都是食物残渣。真好吃，好吃。但是这个不咸，这个是香的。标签上没有我的地址吧？没有。一会儿我再处理啊，我现在吃的，反正我现在吃的就有点不太好看。一会儿你们再等我会儿，一会儿再去处理一下，再补一下妆。我喜欢吃咸的，我口特别重，好吃。里面还有卤蛋，还有火腿肠，还有芝士，是不是饿了？你们是不是打开外卖软件了？都饭团。卤蛋熏死法，刚点了一份炒饭，对不起，是我的错。我不斯文，但是我已经尽量斯文了。不吃了，吃不动了，吃不动了。怎么吃成这个样子？黑历史，吃不动了，吃不动了，有点咸耶，它这个沙拉加多了，有点咸耶。我去漱漱口哈，牙套里都是菜，我去漱一下口，然后一会儿回来补妆。吃好了吃好了，我去漱漱口哈，你们先看一下天花板吧，等我一下。
回来了，我回来了，我回来了，我回来了。回来啦！我85斤，好像一个老奶奶，你才老奶奶，你是糟老头子。补个妆啊，今天给你们脱糖吧，既然占用了你们直播的时间，那就给你们脱个糖吧。我去漱口了，补个妆，欢乐豆要输没了，你们在这打扑克了，我补妆补妆。嘴角吃东西吃掉了。刚才有人，我看到有人说我太随意了。其实以前人少的时候，我经常这么播，所以以前人少的时候有很多黑历史。因为我连播好几天了嘛，今天就稍微随意一点。不会总是这样的。然后今天涂的口红是圣罗兰黑管416，没有个毛。这个是薄涂，我给你们加班，给你们加班，今天加班吗？加班嘛，加班嘛。这是薄涂哦，再稍微再来一点点，有点淡。谢谢你送的爱的守护，谁送的呀？的电池没有抹电池啊，刮的腻子。好了好了，圣罗兰黑管416，口红是圣罗兰黑管416。好了，
你才胖头鱼。我不吃唇釉，但是它会掉。眼线为什么这么黑？我还涂的棕色的眼线呢，我买的棕色的眼线笔。我不认识梅西，维生素哦，维生素。急死你了，你怎么了？再吃一个咀嚼的，吃一个维生素 C， 维生素 C。急什么？谢谢快乐人儿送的爱的声音。急什么？你脑袋好，你脑袋小。维生素吃完了，今天的任务完成了。主播不是维生素。可以看我卸妆吗？当然不可以了。吃独食，你想吃你自己去买去。明天不忙，是的，明天可以休息了。因为最近我东西移了一些，但是我要等。明天我这两天要等一下快递，就买了一些收纳的架子呀什么，等到了以后，我再把家里这些，比如厨房的这些东西什么的都运过去。任务完成了，然后那个你们说的那个机顶，不是路由器，你们说的那个路由器我买了，但是我还是没有买太贵的，我买的你们说的那个华为的 WiFi 6，我买了，买了，然后等到了以后，我再打电话让那个师傅上来给我安，安好了以后，我就可以搬到新家了。我是狮子座的，路由器。把自己放进收纳架吗？我为什么要放在收纳架？哪有收纳架能放得下我呀？怎么才可以退出我的粉丝团？你只要好像不送灯牌就可以，它就慢慢就没有了。什么时候搬家？这两天都在搬啊，等着那个网安好了，我可以住进去了以后，就可以在新家给你们直播呀、录视频什么的了。不用打电话，我来安装。你是谁呀？我还是更相信师傅哦。什么五星连珠？狮子座，不是那个头上的狮子，是那个。哎呀，痛死了。是那个他好傻，怎么办？你才傻。你是不是以为我看不见弹幕？你卡号转免费什么意思？我都不知道那个路由器它是不是要，好像是要买了以后，怎么他们好像都是买了以后自己装上的就有网了？我还是让师傅来吧，我还是让师傅来吧。不送灯牌也有粉，你别讹了，我怎么讹了？我能什么？看了难受一天，这都晚上了，你还看了难受一天，顶多就是我难受一晚上。这个维生素 C 这个含片有点生口水，有点生口水，干饭了，对的，生病了，没有生病。为什么会说我生病了？但是我这两天身体有点虚，所以要吃维生素。收纳架什么什么东西，我有高度散光。什么五星连珠？五星连珠又是什么梗啊？又是什么梗啊？没有买房，换了一个新房子，租换了一个，我这个家有点小，换了一个大点的。唱歌嘛，看我心情。
今天头变小了，真假的？那可能我今天头发没有蓬松到位，我应该头鼓个包，我这个左边这个头应该鼓个包才行。不鼓包不是我了。谢聪聪送的烟花，什么五星连珠？是什么航天？是什么？什么就是天上的那种什么什么那个叫什么东西啊？天上的那些那种的什么什么现象吗？还是什么梗啊？散光手术可以恢复吗？好像是可以，但是我不敢。好像是可以的，好像是可以的，但是我不敢。这头有五斤吧？我谢谢你啊。昨天说我头五十斤呢。啊，对，天文现象，对对对，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这么厉害，什么时候呀？谢聪聪，不要靠太近，我现在离得挺远的呀。谢谢森送的为你打call，可以用飞秒手术，飞秒手术可以飞散光吗？我不敢啊。因为我在网上刷到过那种一个人的眼珠子就给你放大，然后一个小小戳子在你的那个眼睛里边戳戳戳，好害怕，吓人。今天晚上会有什么直播之类的吗？好傻，你才傻，反弹。你说我傻没有用，我才是这个直播间里的王。我说你傻，你就傻。闪光为什么不戴眼镜？因为我要直播呀。直播的时候不戴眼镜，平常的时候是戴的。平时的时候是戴那种联合度数的那种镜片，现在戴的只有近视度数。为了好看，不过我现在就只戴一会儿，也或者是要出门的时候可能会戴美瞳。有点啊，会说英语吗？说的不太好，但是我去国外的话，应该不会迷路。就是你说点什么比划什么的，这个还是可以的。我能听的话，听的话还行，能听个大概。因为我看的美剧比较多，但是说的话就一下就想不到那个你想表达的那个词儿该怎么说，只能是 Hello, How are you? 只能说出这种。双眼皮不是画的，是我自己的。是我自己的，可以戴隐形眼镜，现在戴的就是隐形眼镜啊。但是如果高度散光那种隐形眼镜，它会有点麻烦，而且那个款式很少，需要定做。啥学历？我是本科毕业，我没有读书了，我毕业一年了。为什么不回私信？私信最近的我还没看呢，因为不是那个什么榜姐和那个主播。两个号他们发了我的那个剪辑嘛，然后我就知道肯定有很多人过来说什么呆瓜理理我之类的，然后我就还没来得及回，等我今天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再慢慢回。近视手术需要多少钱？不知道啊，猫不知道在哪儿，空调遥控器呢？完了，空调遥控器没拿来。今天吃维生素了，今天吃过了。不要皱眉毛，不可以，我皱眉毛你也管，皱眉毛你也管。电影，哎，这猫不出现了吗？它越长越大了。谢谢世界增肥冠军，谢谢乌兔老板。脸越来越大了？没有，我今天没有喝咖啡，所以今天可能会有点肿，喝咖啡就不肿了。王大头你好，你好，音乐有熟人可以便宜点，什么音乐？太流口水了，我要把它嚼完。这个维生素 C 太流口水了，换一杯水。还好我今天有先见之明，准备了两杯水。我不敢做手术，我生病都不是很想生病。这两天我不是牙疼连带着嗓子有点疼吗？我就害怕我是不是要上火，然后发炎什么的，我就有点害怕，所以今天喝水就喝的很多。
也不算太，也不算太多，但是对我来说已经挺多的了。高考高分数，高一本分数线20-30分吧，没有特别高。学习还可以，还可以，也没有特别好。换个眼球，我倒是想，要是没有痛苦的那种方式，我还倒是想嘞。但是做手术一想就很可怕呀，好怕，可怕。然后我还有那个，我从小就有副乳，然后非就是不能穿那种吊带的裙子，会很丑。穿吊带裙子就必须得挑一个能把副乳遮起来的那种吊带裙子，我就很苦恼。然后但是有手术可以切的，但是我也不敢，就让它长在那儿吧。明天去药店买药，嗯，好。但是我可能会忘，我可能会忘。有人用我声音假唱，不用搭理他，别搭理那个人。但是我一直在举报，都没有用。我也在这边，我在联系我的工作人员，让他们联系官方，然后也一直都没有处理，让我等等几个工作日，然后也等了以后他也没处理。然后这个人还在直播，就是他就是为了吸引流量嘛，就是那样嘛。然后盗用别人的音频直接转，而且他那个有几个作品，有一个作品是直接文案什么的都直接搬的我的，反正挺过分的。但是这种人你就不能跟傻子计较长短，你知道吧，就你跟他生气也没有用。粉底液用的是 CT 魔法无痕粉底液，就不要懂他，就不用，不要理他就行了，不搭理他就行了。这种人你搭理他他越起劲，咱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好好做个人不行吗？不知道谁就算了，不知道谁就算了，知道是谁的话就以后就不要去搭理他，别人越说他他越开心。我是直播间里的 king， 为啥你能开大头特效？我有特权，我有特权，你羡慕我吧。嗯，王雨萌他被我关起来了，不能看我的发际线，这是我最后的底线。 skr skr，不能看我的发际线，可以 wink， 但是我 wink 有点呆，本来就挺呆的，但是我要是做这些表情的话会更呆，就是会有点呆，凑合着看看吧，就有点呆哦。吃完饭就是有头就有51斤，顶着你那个饭往头长，往头走的是吧？你那个饭不往下走，往头走，那你出来怎么出来呀？嗯，你这粑粑怎么拉呀？从耳朵里出来吗？还是你这从哪儿进去的，从哪儿出来？离谱！再动动脑子，是往下犯，是往下走的啊、哦！刚才给你 wink 了呀，给你 win 了呀，给你 win 了呀，不都 win 了吗？不有求必应啊！听不见声音，你换个手机吧，换一个啊、哦！不要用，你是不是用的老年机呀？老年机哦，不对呀、啊，老年机声音应该大呀。你把那个左边还右边的音量键放大一点啊、哦。我刚吃完饭，没有那个什么，没有这个活力。今天刚睡醒，我六点多到快不到7点的时候醒了，醒了以后就非常的懒惰，我就不想播了，就在你床上躺着就，然后天昏暗。啊，那种感觉就非常的，就想直接这样一直躺到晚上。猫咪它要是路过的话就给它路过，搬新家我要给它买一个超大的猫爬架，超大的猫爬架。哦，奶糖好敬业啊，谢谢奶糖。超大的猫爬架，我因为这个家里太小，所以后边只给它买了个小蘑菇，那小蘑菇太小了。等到搬新家以后把这小蘑菇给它扔掉，买一个大的。表演个倒立洗头，怎么倒立洗头是有不一样的功效吗？是让你怎么血液冲脑顶，是让你头发洗得更干净？为什么要倒立洗头啊？你想倒立洗头自己练就要，别来烦我。牙太长你也管，你牙短，你牙短，你牙子跟个那个什么小游戏那个，还是没形容出来，不行。你要是怼我牙长的话，什么东西牙短呢？嗯，
啊，你牙在那儿跟个横着个木糖醇一样啊，两个木糖醇在那横着，一个木糖醇在那横着。哦，木糖醇好像也不短。那我该怎么怼你啊？你说我牙长。粉丝群满了，满了过两天可以升级，要再过个一两天。眉毛太直了，你眉毛弯哈、啊，你眉毛弯的跟两个天上的月牙似的啊，悬挂在你的脑门的顶上。我这眉毛不弯吗？这眉毛多弯呀，怎么还太直了？俺就是故意画的这种弯月眉，你懂什么？还直。你一天天你闲的没事就找个班上啊，找个班上，别烦我。说相声跟郭德纲一样，哎呀，那我哪能跟人家比呀、啊？想进群的，我等一会儿的时候，一会儿下播，我给他搞一下，我看能升级了吗？头发是黑色的，叫眉毛弯弯，那个歌叫睫毛弯弯，不叫眉毛弯弯。那个歌叫睫毛弯弯哈、啊。洗头了，今天洗头了，但是今天没有抹太多的洗发水，因为前两天都连着洗头了。想看个后槽牙不行，我怕我刚才漱口牙没有漱干净，你万一看到我食物残渣了怎么办？等改天再给你看啊，好久没有给你们看那个牙套上的二维码了。嘴巴上涂的油漆，明天该换新牙套了。明天周五了，明天该换新牙套了。哎，我等着再戴几副牙套以后，我就要去打骨钉了。你们有打过骨钉的吗？疼不疼呀？你的码是绿的吗？是的，而且那个北京健康宝上的照片，我昨天晚上照了好几次，都每一次都好丑，它比原相机还丑。它就是又给你浊化，然后又是原相机的那种画质，好丑啊！疼啊！那怎么办？哎，那怎么办？完了，那会不会肿啊？我的脸会不会本来脸就大，会不会直接这两边凸出来啊？直接变成两个括号在脸上，会肿吗？会跟拔牙一样肿吗？不是打耳骨钉，是打牙里边的，戴牙套，戴打骨钉。啊，疼啊！不会肿还行。眼珠子是这样的，小玉丸哦，这个是小玉丸，你想买不到的话可以私信我。打麻醉没感觉，那怎么都是？本来没长智齿，我很开心的。没长智齿，我本来很开心的，结果还是要打骨钉。会肿。那你们那两天如果我直播的话，你们可能会看到括弧我了，你们可能会看到括弧萌了。不能吃硬的东西没关系，我平时就不怎么爱吃硬的东西。如果打了麻药，以后说话更不清晰，它麻药会消的呀，它又不是一直麻。真的肿了，好恐怖！我今现在是戴到第八副，我再过个可能，谢谢不孕，哎，你是不是好久没有来了？我再戴个可能，戴不了一个月，可能就要去打了，牙好。牙好真羡慕你，你要好，大家都要保护好牙齿哦，保护好牙齿。要是小时候发现，小时候还好纠正，长大了纠正太难了。眼睛好像假的，俺这不灵动吗？俺这眼睛不灵动吗？没有迟，迟到了，榜一换人啦。之前榜一是那个曼曼和这两天
有点冷，有点冷。五星连起来现在吗？打骨钉戴牙套的，他要拉你的牙齿，要不光戴个套，光戴个牙套他拉不了。开学初中了吧？我是社会人了，我都23岁了，我24虚岁了，我已经过完23周岁的生日了，怎么还在这说我眼睛像假的？怎么今天老有点流口水？榜一大哥林也跑了，为什么要跑？人家在家里待得好好的，鼻子好像火箭。你家火箭长成这样，长成蒜头一样，你这不在侮辱火箭吗？人家火箭长得多好看啊！人家火箭长个蒜头一样，你能正常点说话吗？我真烦这些，就是你在这明明是在这跟我指手画脚，你还在这带狗头。反正我也分不清，我也分不清你到底是开玩笑还是什么。反正这种的，这种就是。他喷子他也会这么说我的，你就不要在这带狗头了。还有那种就说我什么，比如说说夹子，然后带个狗头，你在掩饰什么呢？你说你想骂我，你又不敢真正的骂，然后你还非得带个狗头，然后别人如果来反驳你说这就帮我说话的话，你就说哎呀实话不让说了怎么怎么样。人怎么能是这样的？都肚子善良点吧，都善良点吧。98年呢，我是善良点吧。谢谢特里家，善良点吧。如果你善良，我善良，世界将会充满爱，充满爱。嘴巴里什么样？嘴巴里是一口牙，一口牙。大家嘴巴都长得差不多，这个清风无痕，怎么老在这，老在这这进来出去，进来出去的？你还是朝夏之月也是哦。这都发现了，都发现了，你这进来会有牌的。口红是圣罗兰黑管 CL6， 谢谢水漫停送的热气球。声音是本身吗？不然呢？我开的变声器吗？不然呢？不然呢？没有舌头全是牙，有舌头有舌头，不好意思把舌头给漏了。有舌头有舌头，舌头和牙，还有那个扁桃体。扁桃体牙里是什么样？牙里都坏，都坏。我坏了好几个牙，我还有一个大牙钻神经了，当时坏了老大一个窟窿，那个牙直接就变成了一个盆地，变成了一个鸟巢，就鸟巢直接凹进去了，然后就把神经给钻死了。谢谢 DULL 送的爱心花筒。你是不是不能抠鼻屎？为什么？你为什么要剥夺我抠小零食的权利？没有小肉球吗？哎呀，那你都连在一起了，你不要在这干我。发炎了吗？好像没有。但是后面那个肉球肿了，然后我咽口水会连带着，它就是它不是只有那个小肉球一个肿了，它是肿了一大片。我这两天吃维生素，看看明天会不会好一些。我今天也多喝点水。然后明天如果还不好的话，我去买个消炎药吃吃。我们这里的那个药店那个阿姨，她卖的药好贵呀，然后她推销能力也不错。虽然每次我去之前我都会给自己打上预防针，我都给自己说如果她推荐的是我不需要的药，我就不买了，我就不买了。但是每次进去都会买一大堆有的没的，然后最后也用不上了。我不 PK。你这牙保真吗？真的真的。粉底上了几层？粉底上了一层，遮瑕上了两层。你牙好黄，谢谢你哦。换口金牙就好了，金牙换不起呀，换不起。而且金牙它换上也不符合我的风格，它要符合我的风格我就换了。能不能吃坚果？我不怎么爱吃，但是我喜欢吃松子儿。但是我也好久没有吃，我喜欢吃松子儿。然后那个有一个韩国的那个什么蜂蜜什么奶油蜂蜜的那个扁桃的那个人，那个很好吃，但是我也不经常吃，因为坚果太硬了。右眼妆没画上，都画了都画了，只不过这边打光。你是说这边眼睛吗？打光会显得亮一些哦。你长得好像人，我谢谢你哦。终于说我像个人了，我太感谢你了。五体投地，五体投地。
举重啥感觉？没什么感觉啊，就是当个杠铃片被人举起来就轻飘飘的感觉。嗯，轻飘飘。谢谢救赎。我不尿床，我才不尿床。跟玉米一样的坚果，什么跟玉米一样的坚果？不是假发，俺这是皮毛一体的。手指大还是鼻孔大？手指大。谢谢不遇，送你生命之树，能多播半小时吗？可以的。专业是干什么的？专业就是捡瓶子的。我大学专业学的化工，然后当时其实也挺迷茫的，挺迷茫的。当时因为化工出来一般就是去什么制药厂啊，然后工厂啊，还有那种制药公司，那种什么化学原料的这些这种的公司，然后它一般都是有工厂的，因为我学的化工嘛，偏工程类的，一般都是去这种工厂。然后我们当时实习的时候我们去参观这些工厂了，然后有的工厂都挺不正规的，反正就是一个临时搭建的一个厂房，然后都是灰呀、什么东西的。我就想，我还当时还挺发愁的，然后后来就也没想到，当时也没想到唱歌可以赚钱。然后毕业了以后就来北京，就专职做音乐了，就把音乐，正好我喜欢这个嘛，然后就把音乐好好发展一下。普通话没有考。项链我没露出来啊，今天项链没露出来啊。什么样的私信会回？正经问问题的，然后还有那种会跟我说真心话的，然后宽慰我的那种，因为我有的时候老是被骂嘛，然后宽慰我的那种我也会回。然后有问题的那种，就比如生活里遇到了什么问题，比较迷茫啊，或者什么，还有寻求建议那种，我都会回。平时那种闲聊的，男生闲聊的，我可能都不会回啊。我是16级的，衣服是男装吗？是男女都可以穿的，是那个情侣的。女粉大部分都是回的，女粉唯一不回的一个情况是什么？就是你可能是给我发了一个转发了一个视频，这个我可能不会回。然后或者是给我只发了一条信息，说个在吗？或者是只发了一条信息，发了个表情包，表情包应该也会回。发了个就是类似于那种符号，打个问号什么之类的，这种我可能不会回。衣服在车车里，已经上链接了呀，在车车里。人生导师，我喜欢教你做事，教你们做事。眼睛里怎么有虫子？没有虫子，虽然我眼白不是很干净。小仙女们注意戴美瞳，不要戴时间太长了，戴时间太长了就可能红血丝就会比较多。好像天山童姥，你像什么？你像福娃啊，光腚福娃。天山童姥，今天点的饭团和烤冷面卷臭豆腐。投球准吗？准呀，我投进的球准，远的够不着，远的摔不到那么远。摔不到那么远。想看我骂架，今天我没太有精神，所以就比较温柔。今天有没有发现我还比较温柔？该喝水了，奶糖真好，还提醒我喝水。你们管理都能不能学学奶糖啊？管理没有我的联系方式，但是你们这弹幕什么都发起来呀，趁你们可以发弹幕的时候，过两天不就不能发了吗？明天就不能发了。今天多播一会儿吧，浩浩哥我看到了，今天多播一会儿吧。什么大学？我在济南上的大学，济南大学。管理都挂机了，为什么要挂机？挂机给你们撤掉。我最近要不撤掉，学习一下管理团。我等夜市，今天夜深人静的时候再回你们的弹幕。维生素今天吃过了。美瞳是小玉丸。睡不？等一会儿，等下播了以后，我可能要一两点才睡呢。维生素 C 吃了。高考高一本线20-30分。想听我唱歌？你想听什么？因为我每次唱歌都有人喷我，我就有点不想唱了。口红是圣罗兰黑管416。
普通话不标准，我普通话多标准啊！因为饿了，我都不吃饭了呀。衣服和我同款，我经常在大街上也有看到过同款，这衣服还挺好看的。经常在大街上，我最近又发现了好几件衣服，到时候我问一下商家有没有，是秋天穿的衣服，一些卫衣啊什么都挺好看，我还今天还没问呢，没有到出功夫来。考普通话不会嘴瓢吗？不考不就行了？为什么要考？不考不就行了？像我不会耶，吃撑了的状态没有。今天本来就，今天睡了个回笼觉，醒的比较晚，有点没有精神。怎么不开灯？我在这边，你问我，你问我怎么不开灯？我在这这么大个大灯泡子在这，你问我怎么不开灯？啥意思啊？翻车了，翻车了！这问我怎么不开灯？高中化学难吗？还行啊，化学还行啊。女生闲聊会回吗？会的，会的，看到了都会回的。别怕别人喷你，怕的呀，怕的呀，言语的力量是很强大的。建议考研吗？考研的话，你要好好考虑清楚你自己是不是想学习，因为研究生呢和大学可能还会有一些不一样。研究生呢，你可能需要做比大学更多的事情，可能你的导师会让你做一些就是比大学会更多一些的事情，而现在研究生可能会有一些内卷，你需要做好心理准备。如果你想继续学习，暂时还不想就业的话，想深造的话，当然可以考研。但是你考研的这一年里，一定要好好努力。谈恋爱一般是考不上的，谈恋爱考上的可能，大部分也不是这么绝对啊，大部分可能最后感情都会变得不是特别好了。经过这一年的时间，只是大部分啊，也有那种可能两个人非常的合适的那种，也有也是有例外的。如果你花时间来谈恋爱的话，你大概率是考不上；花时间玩的话，也大概率是考不上。只有你这一年好好努力，好好扎扎实实的复习，你才有机会上岸。因为考研现在人还挺多了，一年比一年多，所以你需要做好心理准备，也要好好的决定，好吗？不要就是稀里糊涂的就去。我们要像个大人一样思考了，好好考虑自己的未来哦。怎么懂得这么多？因为我考了一年，考了一年没有考上。刚才那响是我的手机支架，不是我崩屁了，是手机支架。听见了吗？不是我崩屁啊！你把我当什么了？我会直播崩屁？我干这种事吗？博士谈恋爱，所以就是有一些是例外嘛，因为每个人的恋爱情况也不一样，恋爱的现况也不一样。喂哥，你才崩屁！你才崩屁！长得没有视频里好看，我知道。连环屁，还连环屁！还连环屁，烦人。你发那个英文歌我不会，也没有学，但是我经常看到。你私信给我吧，你私信给我，我去听一下，要不我就忘记了。我现在听吧，你再发一下，叫叫什么？再发一下刚才那个英文歌。你才崩屁，你才是屁王。入学第二年才能考，你要看你们学校的政策，我们是没有这个政策的。我们四级是好像是，我也忘记了，我没注意这个，忘记了。你可以去看，你去问一下，问一下，问问你的导员什么的。
谢谢用户552送的保时捷。别崩屁，那是崩什么崩屁？烦人。化妆品多吗？还好。你才崩屁。不知道今天嗓子状态怎么样？WE， 我听听。没有啊，打错了是不是？没有你说的这个，是不是打错了？有个男的仿妆很像我，我知道。我知道。I do the same thing. I told you that I never would. Told you I'd change, even when I knew I never could. Find nobody else as good as you. Need you to stay, need you to stay. Hey. Wake up and waste it. Still realize the time that I wasted. You feel like you can't feel the way I feel. If you can be right here,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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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Oh, I'll be fucked up if you can't be right here. I do the same thing. I told you that I never would. Told you that I'd change, even when I knew I never could. Find nobody else as good as you. Need you to stay, need you to stay. I do the same thing. I told you that I never would. Told you that I'd change, even when I knew I never could. Find nobody else as good as you. Need you to stay, need you to stay.牙齿地包天，我在说话和唱歌的时候就可能会这样，就是因为习惯了下颌去动，然后所以就可能唱歌的时候会有点地包天。哎，你没看过那种外国的那种转音，有的时候唱的时候，我就是下巴壳动，唱歌的时候有的是会这样的，通过下巴壳发力来转音啊，有的时候是会这样的。天天是这个没有啊，我最近好久没有唱歌了。哦，刚才有没有发泽兽的呀？泽兽我好久没有，你们听过我唱泽兽吗？泽兽你没有听过吗？我以前在酒吧驻唱的时候唱过这个。Middle life is a maze, love is riddle, I don't know where to go.Can't do it alone. I try, but I don't know why. Love is 杠不会耶。Slow it down, make it stop. 没唱啊，没唱好，再来。Slow it down, make it stop, or else my heart is going to pop.Cause it's too much, yeah it's a lie. To be something I'm not, I'm a fool out of love. Cause I just can't get enough. I'm just a little bit caught in the middle. Life is a maze, love is a riddle. I don't know where to goI don't know why. I'm just a little girl lost in a moment. I'm so scared, but I don't show it. I can't figure it out. It's bringing me down. I know I got to let it go and just enjoy the show. The sun is down. 谢谢小张。木的不唱，木的唱，木的不想唱，木的被骂得很惨，不想唱，就是这么任性。怎么唱上歌了？奇怪吧？新奇吧？WELLERME， 好像是听过。There once was a ship that put to sea. The name of the ship was a belly of tea. 哦，我听过这个，等我改一下调吧，这是男调的，等我学一下吧。
听过这个哦。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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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学一下吧啊。哎呀，每次唱的时候都会有一堆人蹦出来骂我。木都不想唱 ，Love Story 不是老唱吗 ？Love Story 老唱啊 ，Umbrella， 我想出翻唱来着，但是 Umbrella 那个伴奏不是很好做，我得重新做一下伴奏。Umbrella 好听。Would never be worlds apart, maybe in magazines, but she'll still be my star, baby, cause in the dark, you can't see shiny star, cause need a bit, always share, because when the sun shines, we shine together, you are gone, here forever.Always be a friend, took a nose when I'm singing until the end. Now it's raining more than ever. We didn't hurt each other. Umbrella, you can stand on my umbrella. Ella, Ella, 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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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der my umbrella. Ella, Ella, 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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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der my umbrella.我想做一个之前火的一个西语的一个版本，一个男生一个很有磁性的一个声音唱的那种，想重新做一下。As long as you love me, as long as you love me, as long as you love me， 好像是听过哦。嘴瓢，我之前练过这个歌，但是忘了。嘴瓢这不是很正常的吗 ？Marry you 不会耶。天上飞只有一段，就唱的那一段。天上飞为什么最近又火了？那不是远古时期的歌吗？好久之前不是火了吗？我这么一看，我上次唱竟然是三四月份唱的。天上飞的是什么？鸟儿还是云朵？Stay 唱过了，今天霍元甲小城里岁月流过去忘笔老板喝不醉，每天都在天上舞，根本拦不住天赋和努力，造就我的 groove， 都说酷，美女环绕在 room， 都说适度 50 feel better move， 没时间停下休息 Give me chin and you know me、我不会左右动头哎，我不会左右动头。我之前练跳舞的时候，人家都会左右，我只会前后动头，但是不会左右动头。霍元甲，小城里岁月流过去，清澈的勇气，洗涤过的回忆。我记得你骄傲的活下去，最后跑调了。这头是今天刚装的，我一直都不会动头。把住我的肩膀，我也不会动，不会动头。唉，羡慕会动头的，羡慕动头跳舞就非常的酷。我不会动头跳舞，就看起来很呆。好几天没有去跳舞了。Stay 唱了 ，Stay 今天唱了，再来天上飞唱了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好像调不太适合我，是男生唱的吧？天上飞刚才唱了 ，Blackpink 的歌都比较适合舞台，都比较适合舞台，而且他们的歌都比较高。我之前有想唱的，有一个他们的歌很好听，但是是演唱会的那种版本。如果你现场翻唱出来的话，就是感觉少了点味儿，知道不？
我试过的，试过。It's easy to say, but it's never the same. I guess I kinda like the way you know more the pain. Now the day bleeds into nightfall, and you're not here to get me through it all. And let my guard down, and then you pull the rug. I was getting kinda used to being someone you love. 篝火旁卡喽，篝火旁，篝火旁，你打不了。你害九灾，篝火旁也是远古时期的歌啊。篝火旁也是远古时期的歌啊。想打嗝，起风了。可以出视频，好，正好最近可以唱的歌很少，最近好歌有点少，都不知道唱什么，我都有点放秧秧了。北斗星在指着你的前方，在眼里你也不会失去你的方向，不会再度感到迷茫，湖面倒映着天空是你心中的梦想，得知内心不安的彷徨，不会再让情绪压力。竟然没有嘴皮儿。那年年少现场有点太难了，年少多轻狂，有点太难了。 Seven Rings 没有学，但是听过 Seven Rings， 也没有学歌词，好卡卡一会会停一下就好了。你才是胖头鱼。 Stitches 不行， Stitches 不是很好唱，Stitches 不是很好唱，这些我都得学哦，都得学一下。The club isn't the best place for my love, so the bar is where I go. Me and my friends are. 杠太难了，杠太难了，太难了，他那个转音有点太难了。你还坐在小时候的厕所旁。刚才唱的是什么？篝火旁，好大的脸啊！你是土拨鼠吗？你是土拨鼠，土拨鼠啊？是不是土拨鼠？一会儿等我下播了以后，我发一个，你们在我置顶的那个，不是，你们在我新视频的置顶的那个评论下面给我留言吧，留言你们想直播听的歌行吗？有空我再学啊，先留言上，先留上。错把路灯当月光，我不会，不是很喜欢这种画风的歌。十二点之前不睡会减寿，你不要在这诅咒我哦。虽然你知道，但是你不要在这诅咒我。我看你好几集了呀，刚刚啊、哦，你都十一集了，管理现在都是多少集的？现在管理大家都是几级？我们新设置一个管理吧，给设置成管理吧。有十一级了，好吗？有点困了，这样我刚睡醒。我们先来试一下，好吧？先试一下啊、哦！先试一下后期考察哈，恭喜你！但是为什么我的管理位这么少呀？
我看人家都有什么可以设置50多个，好几十个管理。打哈欠，嘴巴张大一点，还是分开。给恩恒呀，已经给了。11级了，我看他级别挺高的，还是分开。还是分开，也是远古时期的歌了。我有完整版的翻唱啊，还是分开。这里分开，我们的相聚还是那样的怪。这缘分为什么曾经不说，那现在想了要这么会猜到还是分开？为什么我在你眼里是那次的疯开？这里出去不想再加傻傻等待，最后勇敢了在我面前用力的怪。你都12级，你前面你当我眼瞎咋的？你前面那个1我看不见咋的？阳光偏向阳台，你有的转手指着栏杆，有点风也吹不散，就像我的思绪越思考越混乱，你就在太阳底下转，我在风里傻傻的站，你不出声仿佛真的我不存在，我的故事里只有你。怎么今天老是嘴瓢啊？尽是无奈，尽是空白，我和你猜了又猜，想过再想，决定分开。为什么我们的结局还是没有例外？没有想法，不懂浪漫，惹人厌烦。为什么曾经不说，却拖到了现在？我和你吵了又吵，闹过再闹，还是分开。为什么我在你眼里是如此的？我还是追了出去，不想在家傻傻等待，最后只看见车门在我面前用力的关。薛之谦的歌不太会耶，因为薛之谦的歌都是前面很低后面很高的，音域跨度有点大哦。这个是还是分开，你零级你挺自豪的咋地啊？零级挺自豪的啊？零级还挺自豪的在这儿，哦，你还在这好意思说你自己零级？起风了，有点闹闹鼻，怎么？起风了，水星机有点慢啊，水星机有点慢，本来人都唱跑了，再唱跑了。篝火旁上一首什么歌？你这是难为我的小脑袋瓜呀，真是难为我的小脑袋瓜。这我能记起来，你让我说我唱上一首唱的是什么，我可能记起来。上上一首可能张杰的老歌会，老歌会，新歌的话可能都不会。这一路上走走停停，顺着上 The Night 的歌， The Night 的歌也都是比较适合舞台的那种，然后跳舞的那种，跳舞的那种。人少了好多，大家都去睡觉了。今天播的时间有点长。人都走了，没关系，留下的都是真爱，对吧？万般留恋，看着天边死在眼前，也甘愿赴汤蹈火去走它一遍。如今走过这时间，万般留恋。翻过岁月，不同侧脸，措不及防闯入你的笑颜。我曾难自拔于世界巨大，也沉溺于其中梦话不得挣扎，不去笑话，将青春翻涌成她，也曾指尖弹出上下心之所动。就随缘去吧，逆着光行走，任风吹雨打。好多人刷屏，不要刷屏哦！不要刷屏哦！不要刷屏，发言不要超过两行，人越来越少，没关系啊，没关系啊，没事啊，没事哈，没事。3级不能要管理哦。
I'm underground, underground 不会 underground 听一下，还挺多点的。On the ground, on the ground， 谁唱的呀 ？Rosie 的歌吗？哦，罗杰女士的歌啊，那肯定是可能有点难啊，听一下听一下，我不会啊，听一下，杠也有点难。Every night, you and I. Every night, I work my whole life. 哎，不是很难哎。Look at me, I work my whole life just to get high.Everything I need is on the ground. 哎，我不是很难哦。Every night, I work my whole life just to get high, just to get right. Every night, I work my whole life just to get right, to be like.I want my whole life just to get high, just to realize everything I need is on the, everything I need is on the ground. Oh, 不是很难。Oh, 惊喜啊惊喜，啊不是很难。Ground. Press tag.Press Tag， Press Tag， 我好像现场唱过，不是很好听。杠太难了啊，杠太难了。我记得好像有抒情版的，等抒情版的我练一下吧，后面再说。要么就是好，要么就是不好，要么就是后面再说。Later， l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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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出油啊。Look in the mirror and realize everything I need to find, everything I need is on the ground. 天下，天下可以，应该可以吧。Everything I need is on the ground. 天下应该可以了。Seven Rings 没有学，没有学。曲在线不唱，曲在线我试过，唱的不好，唱的很嘚儿，唱的很嘚儿。Someone Like You 我现在也不，I heard that you settled down, that you found a girl and you're married now.I heard that your dreams came true. Yes, she gave the things I didn't give to you. Oh, friend, why are you so shy? And I'm back. 忘词了。女孩似浪淘沙，谢谢张板栗。遇见她如春水映梨花，挥剑断天涯，相思轻放下，梦中我痴痴牵挂。孤不孤掌上往后，管不管前世人旧，求之人如何老路会呀呀呀。爱恨爱天长地久，谁在乎谁出春秋，一生有爱何惧风飞沙，被白发留不住芳华，
抛去江山如画，换他笑面如花，谁人一生空牵挂，情人泪痕也随他。哎，看不清词儿，我现在就是在这看不清词儿，我像一个大虫子，我就突然变身了，我看不清词儿。情人泪泪痕也随他，天地的情无用无涯，只为他修修天下。这一段谁录了？什么意思啊？我刚才像个大虫子一样雇佣起来了一样，像个大虫子变身了。这一直在嘚不嘚，这不也相当于没唱，这个词儿都唱不明白，不唱了，不唱了，见好就收，见好就收，因为我老了，你才老了，我放大镜了，我的放大镜了，哈，哈，呼，让我看看谁在说我老，是谁？我怎么眨眼的时候，这个粉丝牌还会动啊？哦，只有这样会动。动啊！哦，只有这样会动。散光比较严重。Giving to love， 你才老。你才老，我才23岁，你才老，你们才老，你们都是老头老婆，你们都是老头老婆，哈，你们都是老头老婆。Giving to love， more love。回一下私信，我等着下播了以后，下播了以后，而且这个私信。明天要去学校，睡吧，快睡吧，奶糖，马上下，我11点下吧。而且这个私信有的时候会被吞啊，会被吞，所以我可能看不全。跟你们说一下啊，如果你们发了很诚恳的话，我也没有回你们的话，可多半是被吞了，多半是被吞了。因为有那种我当时没有收到，我已经看完私信了，结果过了好长好长时间，他才给我刷出来。老太太说谁呢？老太太说遭老头子呢？老太太说谁？那可以在，快去睡觉吧，洗漱了吗？奶糖，老 baby， 你才老，哼，啊腿疼，都不翻你牌，翻呀，会被吞的，这个是会被吞的，大小眼儿，你眼睛一般大，你眼睛跟那个小学用的那种画圆圈那种尺子，你用过没有？你就是拿那个尺子哈，拿那个画圆圈尺子比着画的。等下播，你可以先去洗漱，奶糖可以把手机放旁边，先去洗漱。呆瓜永远7岁，我才不呢，7岁才上小学，俺怎么地，俺也得20多岁。Given to love， 你会几种语言？我只精通中文哦，其他的语言英语是会一些的，但是说的不好。韩语会拼音，韩语我会拼，就是他那个韩语跟咱们的那个拼音是差不多的，那个字儿我会读，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我知道那个字儿是怎么读出来的，但是我不知道什么意思。日语西班牙语还有一些俄语什么的，就是纯靠音译啊，要实在不懂的话就复制到那个有道翻译去听那个翻译怎么读的，然后写一下音译。外文歌我是这么唱的啊，如果认识当地的朋友的话，如果认识在当地上学或者是认识那个本地的朋友的话，我可能也会去问他们，比如说日语啊，我会问在日本留学的朋友，然后还有那个之前不有一个那个我发的那个和唱歌无关那个高亚瓦斯基嘎基的迪斯尼，那个就是问那个学在日本留学的朋友问的。因为当时那个日语全网说的都是错的，我也不知道正确的到底是什么，然后我就去问了。然后闽南语粤语都是
音译，然后再问本地的朋友，因为之前是只靠音译，但只靠音译我发现不行，有一些词儿你还是听不清，还是听不懂，你只能问一下本地的朋友，然后确认一下。因为我要后来慢慢发的就越来越严谨了嘛，你们也知道我一开始粤语唱的不好，后来就是还是有那么个样的是吧，因为我还是有问那个粤语的朋友，再不行我就是会在抖音上找这些，就是如果有这个教这个粤语，因为一般粤语火的粤语歌抖音上也会有教的，或者我去看他那个资料，有的那种其他人翻唱，看他资料他是那种广东的呀什么，他粤语说的应该就还行，我可能会看他的口型到底是怎么读的。藏语之前不是会唱，藏语也是问的当地的朋友啊，是确认了发音才发的，肯定说是肯定不会说的。藏语也是问了当地的朋友啊，因为我大学的时候有藏族的朋友。马来语我还没有唱过，马来语没唱过。越南语那个唱的其实不是特别准，但是越南的朋友都特别的善良，就没有几个越南人会喷我。我后来看到那个原唱发的那个视频，我看他的口型，我其实有很多说的是错的，但是当时的就是越南的朋友都没有来骂我的，都是很鼓励我，我还当时还感动了一番。越南语那个就是纯靠听的，因为找那个 MV， 我去找 MV 了 ，MV 的那个原唱的那个口型，他有的时候切到别的地方去了，切到别的画面了，他就不对他的嘴，或者他也不唱。我就不知道他那个音到底是怎么发的。朋友店遍天下，没有朋友的话我会发微博问的，就是问粉丝了，就因为我现在要是发外文的话，我肯定是要确认一下发音再发的。你是广东羊啊，你是广东羊。来一句韩语，爬波爬波是韩语，是好是散装中文吗？哪有散装？我说的多利索啊！我不会越南语，不会越南语。朋友好多，找不到朋友去找朋友的朋友。我会发万能的朋友圈，会找朋友的朋友。实在找不到就求助粉丝了，就问问粉丝。发际线有链接吗？我这发际线你还想要？你是想不开啊你？是想不开？你是广东羊，可以教我？不用啊，我有广东的朋友。头发洗了，只不过今天没有抹特别多的洗发水。火星语不会，俄语我不会，所以我自我感觉我英语虽然是有口音，但是没有那么多人说的，就是有些人过来听了以后就感觉是听不下去的那种，就说我发音。就说就是类似于评论就会说这发音，然后省略号，然后什么不能我一个人难受之类，这样我就会觉得有失偏颇。虽然我可能唱的你不是很喜欢，但是发音什么的或者是外文的歌曲我都是有努力学过，我不是没有学我就发的，对吧？有的时候评论，大家评论的时候还是要你可以不喜欢我的唱腔，确实有很多人不喜欢，但是你就是要就事论事，对吧？我的唱腔你要是真的不喜欢那没关系，但是有一些我真的是认真学过的，然后你说我说的不好的话，那我肯定也是我就是也没办法赞同你的。错了，我如果是说错了的话，我肯定会改的，说错了我肯定会改的。我11点下播，对，我每次蒙语还没有唱过蒙语的歌。蒙语的歌我也有内蒙的朋友，蒙语也可以啊，也有朋友有个好听的歌可以推给我。已经开始伤心，不要伤心，我们周六周末还会见的。四川话不会耶，还有3分钟了，叫叫一给我的叫叫。希望大家不管到哪儿都能善良一些，因为我这样跟你们讲，还反正是我可能会有一些啰嗦，这样跟你们讲，就是你们如果喜欢我的话，我给你们讲的话，
你们可能会听得进去，就是我会受到很多很多人的恶意，真的你们可能体会不到，或者你们觉得这些也没什么，或者是觉得我挣这个钱我就必须得接受这些，但是这些恶意是你不是你生活中想象到的那些恶意，是真的是这个人根本就不认识你，然后他就感觉很恨你一样，就每天都在受这些东西，你没办法忽视他，你也没办法不往心里去。所以大家还是就是不管就是跟谁，就也不算是跟我，也不是只对我不善良，现在这个很常见，很常见，而且大家总是觉得你发出来就是让人家评价的嘛，但是理儿不是这个理儿，你可以评价，你可以给建议，但是你不要人格侮辱，很多人他是会人格侮辱的，他会直接就给你定义成一个怎么怎么样的怎么怎么样的人，能懂我的意思吗？我不是说你们不能批评我，但是你要就事论事，我这个东西我已经好好学过了，你要是还是就必须得要求我说的跟本地人一模一样，那是不可能的，你就算英语专业的人他也不可能，或者是你日语专业韩语专业的人他也不可能就是完全就跟本地人一模一样，所以这些咱们都是要去辩证的看待的，不要就是你觉得稍微有一点点缺点你就要去骂或者是去侮辱，或者就我看到什么样的评论我会挺难受的，就是说你在看我视频的时候你说你艾特了很多很多人，然后你说一句不能让我自己一个人难受，我就觉得为什么要这样呀，你要是真的不喜欢我的话你划走就好了，为什么还要就是你要，我是看评论区的，我是会看到这种话的，你就会艾特很多的人就说我不能自己一个人难受，都来跟我一起难受，我就觉得真的很令人不舒服。但是我的力量还是很渺小的，大家反正就是有一个算一个，如果能听到了，大家能对其他人更善意一点也是好的，但是我力量太小了，我去发声啊或者干嘛的也是没有用的，因为我一直都能意识到这个世界上人实在是太多了，各式各样的人也是太多了，我不可能去管得了每一个人，所以只能就是在直播的时候跟大家说一说。哦，下播了下播了，下了下了，哇哦，下了，下播，走了，我们周末再见吧，拜拜，等我晚点再回你们的私信哦，等我晚一点再回，不吃夜宵了，今天晚上吃过了。真的是你们鼓励我的，我有时候看那些评论看得很难受的时候，然后会有很多人给我发一大段话，我看完我就好受了，我就开心了，我就又充满了斗志，然后又看到难受的话又难受，然后看到你们鼓励我又充满斗志，就是非常的反复。走啦，晚安，早点睡觉哦，晚一点我躺床上了，等凌晨吧，大概凌晨我会回复你的消息的哦。等凌晨啊，走啦。周末播，今天播完了，然后是周六播。走啦。明天不播。晚安。好，你们也要时刻都开心哦。撑的眼睛小了点啊，你这还嫌我眼睛小呢，这里你也长个小牛眼啊，不要皱眉，我已经有皱纹了，嘴怎么斜，我是歪嘴战神，俺喜欢歪嘴输出更激烈，歪嘴输出更效率更高，小叉子，你叉子在这呢，这不是叉子，这叉呀，疼，叉就给你们叉出去，小心点吧，嘴巴有没有链接，你别在这玩我了，求你了，没有岩石，撒撒岩石哦，撒撒岩石，
自己玩去吧，行不行？别在这玩我头发了，一会儿假发被扯掉怎么办？对不对？扯掉了怎么办？扯掉了那我就暴露了吗？对不对？哎，大笔法。